选前超级星期天，民进党的江雄一峰全力冲刺，攻进北斗大菜市场拜票，车嫂同步出动。党内大咖接力为江雄一峰辅选，29日立法院长游锡堃陪同拜庙拉台声势，高喊动算。22日小英总统曾到北斗镇中寮里的顺天宫，该里又有北斗章鱼哥之称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31号赖清德也将前往站台力挺，就是极力极力的大力大力的去争取这个纸风车表演。我好多朋友们，他们为了要看这个纸风车表演，必须要跑到台中去。戴夫出征的无党籍前镇长杨立强，父亲节前夕请跑活动。彰化北斗前镇长李玄在因案入监服刑，依地方制度法规定3个月内办理补选。妻子杨立香为夫喊冤，出马参加补选。我相信12年来了，我们的表现呢，我们的政绩就是大家有目共睹了。那我们就是继续推动我们既定的这个政策。另一名无党籍候选人严宏麟，29日才合体鸿海董事长郭台铭，事隔一日。柯P出席北斗地安宫的行程，他也没有缺席。今天来这边争取柯P的支持吗？阮一定吼啊，对啊，咱的祝福之意吼啊，来对咱啊台北市前市长的一个吼啊来访吼，咱表示感谢。北斗镇长补选3强争霸，短兵相接，也被视为2024总统和立委选举的前哨战。三立新闻张乃正、许淑薇，四小组彰化报道。